是我男朋友骄傲，这是我妈。妈，啊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我这人不喜欢废话，有车吗？没有。有房吗？房子正准备买呢。这房本得加上我闺女的名字。肯定的。不行，不太安全。你把我名字也加上吧。也行。还是不行。你把我们全家人的名字都加上吧。我怀了二胎，你得把他名字也加上。也可以。我觉得还是不太稳妥。这样，你把你的名字去掉吧。万一你们将来离婚了，就不会存在财产分割问题，大家都方便。我都听您的。好，你们的婚事我同意了。来，木木阿姨，看看我这房子怎么样？先看一下这边吧，这里边是洗手间，但是到时候可以给您改成大游泳池，方便您和叔叔鸳鸯戏水。来，看这边，这里边是次卧，这个次卧也可以改成洗手间，因为洗手间不是已经改成游泳池了吗？来看看这边，看看这客厅的采光啊，主卧格局怎么样？觉得我这房子还行吗？满意吗？骄傲，没看出来你还是个隐形富豪啊。还好还好。先生里边请。骄傲，你也带客户看这套房子？签单了吗？你要签了我们去下家。你不是富豪，你是卖房子的。对呀、啊、你不是要和我女儿结婚给她卖房子的吗？房产证又不写我名，我傻呀？我是带你们过来买房子的。你什么你？我什么我？我们经理说了，只要能带客户过来看房子，给您3000，今天奖金到手。王娇，你被开除了。啊，爸，他欺负我。爸，你带的客户是我老婆。哼。